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ポポリ难眠之夜。哎呀，不行，太热了，睡不着。小树，真幸福啊！这么热的天还能睡得着觉，而且还能做一些愚蠢的梦。小树感动，杏子也感动。姐姐跟我这样敏感的人可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过我还真有点羡慕她呀。扇子扇子啊啊啊，好凉快啊，手酸了。一眨眼的功夫她就扇不动扇子了，扇得我反而出了更多的汗，口也渴了，没办法，去喝点大麦茶吧。啊，好凉快呀！如果能在冰箱里睡觉的话，一定很舒服吧？哎呀，冰箱里塞得满满的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啊！还真的想睡到冰箱里面吗？回去睡觉吧。这个地方很凉快吗？哎呀，小丸子，这孩子怎么睡在这里呀？喂，小丸子，小丸子，真是的，一大清早的就给我添麻烦。可是昨天晚上太热了嘛，怎么睡也睡不着。就算是这样的话，也不能睡在走廊里呀。如果有人半夜起来上厕所被绊倒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那是很危险的。话虽是这么说，可走廊确实比房间里凉快。嗯，很不错哦。打个比方说，就感觉好像变成了睡在冰上的北极熊一样。哦，北极熊丸子很可爱呀。傻瓜，那可不行，睡在那里背会疼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不许再睡那里了，知道吗？那你买个空调吧，买了空调的话，我就不会睡在走廊上了。真是的，成天唠叨说要买空调，空调的。姐姐不是睡得好好的吗？姐姐和我不一样，她不是我这种敏感型的人。小丸子真过分啊，你说这样的话，我可不爱听。昨晚那么热，你竟然还能睡着？你还一边傻兮兮的笑着，一边秀树秀树的说梦话。怎么可能？还说什么秀树感动，杏子也感动？什么嘛！你才睡相很差呢，不但踢被子，有时候睡着了还会放屁。我怎么不记得有这种事呢？哼，就你这个样子，还说什么自己很敏感，真是奇怪，笑死人了。姐姐，丸子别吵了，你们两个全部都给我闭嘴。真是的，一大清早搞得更热了。这也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吧。啊，老天爷行行好吧，请您让天气赶快凉快下来吧，把平静的生活还给我们赢家。所以我就说嘛，你快去买个空调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吵架了。笨蛋。好热呀，好热呀，好热呀，头顶都可以当平底锅煎鸡蛋了，好热 呀, 热呀。啊，又睡着了，你不看我就关掉了。好热呀，
我看你呀，就是因为白天睡得太多了，所以晚上才会失眠的。我是因为晚上没睡好，白天才会困的。如果现在睡了，晚上又要睡不着了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切，白天多运动运动，晚上就算再热也会睡得着的。今天学校游泳池开放，对吧？好了好了，快去快去！我知道了。昨天晚上实在太热了，我也怎么都睡不着。原来小玉也睡不着啊。但是去睡走廊，这个我倒是还没有想过。但是小玉家里不是有空调的吗？所以你不用去睡走廊也会很凉快的，真羡慕呀。只有在实在热的睡不着的时候，才会偶尔去开空调的房间睡。那么偶尔开空调的时候，有没有办法把风分一点到我的房间来呢？那我们就都凉快了。哎，比如说用软管连接。我也很想分给你的。不可能的吧。真是又可悲又不切实际的空想。什么呀，睡觉的时候有那么热吗？昨天晚上我可是一点都不觉得热呀。真的吗？哎，我看冰冰你又在瞎说了。冰冰就爱说大话。不，没有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啊，你是不是用了冰枕什么的？不是不是。我知道了，你不会是让你爷爷帮你扇了一晚上的扇子吧？不，哎，好过分呐。你真坏啊。我都说了不是。啊，难道说是你家买空调了？不、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明明本来你家和我家一样没有空调的，可是你家却……你家却……你已经和我住在不同的世界里了。恭喜你啊，冰冰！冰冰，祝你幸福啊！不，希望你吹空调的时候，偶尔会想起我们大家。什么呀？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我家根本就没有买空调。诶，没买吗？当然没买啦。什么嘛，那我就放心啦。但是你家为什么会那么凉快呢？不，其实呢很简单的，裸睡不就行了吗？你裸睡不？你是说不穿衣服睡觉吗？我虽然是把睡衣掀起来把肚子露出来，但是也没感觉那么凉快嘛。只露个肚子当然不行了，要脱得光光的。脱光光？是啊，脱光光可凉快了。哈哈哈那样是可能会比较凉快，但是这的确有点儿。妈妈看到了会生气的。不，至少要穿条内裤吧，肚子也会着凉的。我妈妈确实也一直叫我穿内裤穿内裤的，但是穿内裤和不穿内裤差别可是很大的哟，要脱得光光的才会凉快。你们今天回去也试试吧。就算你叫我们试试，我们也……这个可有点儿。不，今晚开始不是没有空调的生活，而是没有内裤的生活。哈哈呀！等一下，不，我虽然很像冰冰的风格，但是我们是做不到的。还我！可能还是妈妈说的对吧？哎。最好的方法就是白天多运动，晚上就会因为太累而容易睡着。说得对呀。那我们也一起去游泳吧。啊。啊，去游泳真开心呐，还和小鱼冰冰他们聊了很多。那不是很好吗？嗯，人果然还是不能整天无所事事的，多亏了游泳反而有一种舒服的疲劳感。说的还真像回事。总而言之，感觉今晚能睡个好觉了。啊，那样可真是太好了。不行了，好困呐。不能睡，小丸子，你现在睡的话，晚上又要睡不着了。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好困。我稍微睡一会儿，姐姐等一下叫醒我。哎呀，不行，我现在正要和梁子去图书馆呢。你还是自己看着办吧。再见。啊，姐姐。不行不行，现在不能睡。清醒清醒。我去拿冷水洗个脸，绝对不能睡着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真是的。
真拿着孩子没办法。哎呀，快醒醒，小丸子！啊，我睡着了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那我们也去休息吧，老头子。今晚看起来也很难入睡呀。大家晚安。爷爷奶奶晚安。哎呀，小丸子，你不睡吗？我刚才不小心睡着了，所以现在一点也不困。活该，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。我又不是故意要睡着的，可是身体它不自觉就……真拿你没办法。啊，对了，反正你也睡不着，那就把暑假作业做掉点吧。醒着也是醒着，别浪费时间。说什么浪费时间？好啦，快把作业拿过来。太好了，睡不着的时候就像这样做作业不就好了吗？嗯，真是个好办法，对吧？嗯，不行了，我开始感觉困了，我要去睡觉。不是才刚刚开始吗？啊，你是因为不想做作业，所以才这样说的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我是真的困了，好想睡觉啊。但是你刚刚不是说一点也不困吗？啊！真是拿你没办法呀！哎呀，今晚好热啊！作业真是可怕，一转眼就能让人睡着。小丸子一觉睡到了天亮。小丸子，打发时间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啊，哎呀，真是吵死人了！我说小丸子，你听不见吗？我听见了，你那么大声。既然听见了，就应该答应一声啊！我还没来得及答应，妈妈就来了。我叫了你好几遍了啊！你不会是又睡着了吧？吃了中午饭就犯困了嘛，这很正常啊。真是的。怎么了？反正很空嘛。哎呀，你现在很空啊，是吗？这可太好了。哎，有什么事啊？帮妈妈买东西来打发时间吧。啊，说什么帮妈妈买东西来打发时间，真受不了她。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呢。你有时间的对吧，太太？嗯，有啊。那我们进去吃吧，我很久以前就想吃这个了。打发时间最好不过了。是啊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啊，上流社会的太太们用吃东西来打发时间，不愧是有钱又有闲的，我是出来跑腿的哟。啊，说着说着才发现好热。打发时间。哎，竟然还有这样的食物啊。妈妈，我也想吃叫打发时间的东西吗？那种东西我听都没听到过。在太太们中间好像很受欢迎哦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也难怪，这是只有太太们才知道的高级食品吧。妈妈不也是太太吗？没关系，你不用勉强。什么叫不用勉强？阔太太们的世界是清水县普通主妇不会明白的，这种问题还得去问空闲的人。什么？打发时间？打发时间好像是太太们的秘密美食，爷爷一直很闲，我想你大概会知道的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太太们说了，那个最适合打发时间了。哦，最适合打发时间的话，意思是不是说吃的东西很费时间呢？应该是的，因为是有闲的太太们吃的东西嘛。可以吃的，费时间的，有闲的太太们喜欢的，我知道了，丸子。是什么？是糖球啊。什么是糖球？从舔开始，它完全融化需要花很多时间，不正好打发时间吗？太太们会喜欢吃糖球？一种专门为太太们设计的糖球，口感很好，很高级。说到口感很好很高级的糖球，应该就是哈密瓜味。高级就等于哈密瓜？这两个人的想象力真够差的。但是不太可能是糖球吧？你不觉得太太们聚在一起吃糖球很奇怪吗？也对呀。
这个谜题还真难猜呀、啊。你说谜题？能打发时间，而且又是太太们喜欢的，还是算了。哎，算了吧，爷爷，我再去问问别人吧。哎，问别人，我没能帮上你的忙。的确如此。干！谜题刚一问，答案还没有说清，孙女就出门，只留下我一个人，心头思绪乱纷纷，有脏百思不得其解，心之短歌。你的确有点可怜。但那并不是什么谜题。打发时间？看起来小玉也不知道啊。你稍微等一下，我去问问看我妈妈。好主意，小玉的妈妈一定知道太太们的秘密美味。是这样吗？对不起，小丸子，看来我妈妈也不是什么太太呀。没关系，我家也没有太太，本来我们周围就没有什么太太。还有没有别人呢？冰冰的妈妈，猪太郎的妈妈，小山的妈妈，藤木的妈妈，永泽的妈妈，没有太太。是没有啊。啊，王伟同学的妈妈，请教我母亲大人问题。我们觉得王伟同学的妈妈一定会知道的。直截了当，有请母亲大人。叫我有什么事吗，莫南君？我母亲大人和我一样，直截了当说，都是很有智慧的人。没错，你们想问什么都可以。这里也没人知道。为什么你会不知道呢？对不起，莫南君。直截了当说，我蒙受了耻辱。请您去查一下字典。对，您说的对，母亲，我也要更加努力学习。母亲大人，我们走吧。是啊。你是在哪里看到的，小丸子？那边。你看，写着打发时间哦。鱼丝盖饭。好奇怪啊，是鱼丝盖饭。好讨厌哦，打发时间和鱼丝盖饭的拼写真是容易搞错呀。误会。鱼丝盖饭我知道，就是鳗鱼嘛。原来是鳗鱼，怪不得闻起来是那么的香啊。哼，原来妈妈你也还算得上是太太嘛。你呀，连太太的意思也理解错了吧。真讨厌，太太不就是太太吗？对了，鱼丝盖饭是什么？是跟鳗鱼冬做法不一样的鳗鱼盖饭。就是把饭放到饭盒里，在饭上铺上满满一层切得细细的鳗鱼丝，那就叫鱼丝盖饭。妈妈，原来你真的知道啊。那可是用鳗鱼做的哦。我也只是在杂志上看到过，实际上并没有吃过。看来那果然是真正的太太们吃的美食。我不是真正的太太，真是对不起你啦。好想吃吃看呢，鱼丝盖饭。今天晚上吃炖菜，是我这个冒牌的太太做的炖蔬菜。不，你别说，还经常会发生这种误解呢。对呀对呀，这是常有的事嘛。就餐券和贪污事件不就是这样吗？怎么一样了？你看，贪污事件和就餐券的日语发音不就差不多吗？可意思还真差了很多呢。这么说我想起来了，以前我班里有个同学把课文里的旧中山道读成了一日中山道，变成了走了一整天山路。累死了，真丢人，他会一辈子被人嘲笑的。类似的事情广志也做过。是吗？那是在姐姐还没出生的时候。事情是这样的。阿锦不在吗？和奶奶一起去美容院了。已经要生了吗？糟了，我要快去医院，快点去医院呐。我回来了。已经生好了吗？明明说是去了美容院，却听成去了医院。够了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别再提了。一辈子都会被人嘲笑的。可是一辈子哦。什么嘛，我去洗澡了。等等，现在爷爷正在洗澡呢。真是不凑巧。
爸，你就一辈子泡在里边吧。对了，有爸爸的邮件哦。啊，广志的字写错了。什么呀，真是个冒失的家伙。就一画之差，所以很容易搞错的。秀树和秀大叔也很容易搞错哟。秀树和秀大叔哪里会搞错呀？因为秀大叔的名字是西城秀志，对吧？西城秀树和西城秀志不是很像吗？一点也不像。我只是说名字像，名字就算这样也不能和我最爱的秀树混为一谈。好，秀大叔真是很无辜。我出去了。哎呦，外面那么热，小丸子要去哪里啊？他说为了打发时间要去和小玉一起玩了。为了打发时间？小丸子他还真是游手好闲呢。怎么说，这也比他在家里一直睡懒觉好吧。真好玩。快跑。他们怎么了？啊，小丸子你看，这里原来写的是车辆谢绝入内，不倒翁不得入内，真是让人头疼啊！一定是那些孩子干的。但是，说到不倒翁不可以进入的话，打发时间，打发时间，为什么哪里都查不到叫这个名字的失误呢？莫南君，再好好查一查。是，母亲大人。被误解所害，这次最可怜的应该就是这两个人了。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危机。虽然决定了每天给空地上的牵牛花浇水，但就我一个人能坚持下来吗？爷爷在老人会好像也忙得不亦乐乎，看样子最好还是请最靠得住的小玉和我一起去好了。下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制作走马灯和小丸子的牵牛花，敬请期待哟。